通过小金儿上次袭击多长时间，于是我给小金儿买了一个非常性感的口罩，这样他对德德就不会产生到任何的威胁。那边那个大胖子过来，把这个口罩戴上试一试啊！经过试戴以后，这个口罩，哎呦我的妈，真是啥呀？这是，这怎么戴的呲子獠牙的，好像垃圾桶扣脑袋上了呢，好像。这回安全了，可以随便玩了。这画面多么的温馨，相亲相爱多好啊！你们都是一家狗，不能总打架，特别是你俩。口罩夫妇啊，啥眼神啊？那是啊，咋生气了？我也不想封印你俩呀，关键你们两口子一起欺负小狗啊！你有意见呐？你戴嘴套你还能叫出来呀？想傻瓜。